他们有答应说四月会派那个旅游队会来，说到时候会谈，再来谈这个怎么办。今年的双城论坛是预计七八月会登场。如果不然是这样，四月他们我们有送一个邀请函给上海，就是说请他们四月派人来讨论，因为大概差不多四月，他们有答应说四月会派那个旅游队会来，说到时候会谈，再来谈这个怎么办。去年底才办，但是我这个月，然后今年的七八月再办，会有那个急迫性吗？通常是一年办一次的，去年是为了选举来拖到选后办，那所以恢复正常的话，还是在通常在六七八九十。